BOYS 近日推出日文新歌，欢乐多彩的风格带来夏日活力，而其中一段编舞引发了网友讨论。身高超过180的成员，左右手搭肩搂着各两位队友，然后一起旋转的舞步，让最外围的成员飞起，看起来像在乘坐游乐园设施。充满乐趣的特别舞步，让网友们问到是认真的吗？看起来像在玩，也很像旋转烤肉架。想出这个舞步的编舞老师，让成员们想象自己是在微波炉里旋转等待加热的冷冻饺子。老师让体重最轻的两位成员出来，挂在三位中间负责旋转的成员身上，然后说请把脚弯起来离地开始旋转吧。没错，这就是编舞，让网友粉丝们都纷纷留言，表示老师很有创意，这个编舞成员可以玩得很开心，但就观赏性来说真的太搞笑了啦。So precious and sweet, so delicious.